佳音的叮咛。他是中国军区日本战犯审判庭长石美瑜，冈村宁次、谷寿夫、川岛芳子都是他亲自审理，威风凛凛的身影却有着一颗温柔的慈父心。我是石玉珍，我的父亲是石美瑜，他是当年南京大屠杀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庭长。父亲对近代历史的贡献和价值，身为子女的我们引以为荣。他后来退到台湾做律师，承办了许多的军法案跟刑事案，他的厚道和善良救了许多的人。父亲一身戎马，但是在家中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，我们对他的怀念有增无减，而且心中对他的敬爱与日俱增。佳音社祝您健康平安。